已经得胜了。我们用这首诗歌《全能创造主》。哈利路亚！我们的神是全能的，是创造的，是大有能力的。我们一起拍手。全能神创造主，主耶稣我救主，十架上你的神，全能力耶和华。全能神创造主，主耶稣我救主，十架上你的神，全能力耶和华，一切万物都来赞美主，万国万民齐心敬拜主。我们有伟大奇妙的神耶和华，我们有伟大奇妙的神耶和华。我们的神是奇妙的，我们的神是有智慧的，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。哈利路亚！全能神创造主，主耶稣我救主，十架上你的神，全能力耶和华。全能神创造主，主耶稣我救主，十架上你的神，全能力耶和华。
就必得救。Amen. 我们一起来唱第二首诗歌，神正在这里，恳求这位在这里的神，你渴慕真理吗？今天神要大大的来充满你。我们一起来拍手宣告他的同在。Amen. 宣告神正在这里。真理需要盼望和能力，来求告我救主的生命。若有人饥渴慕义，去寻找真正的生命，来遇见你灵魂的救主。救主的生命，若有人饥渴慕义，寻找真正的生命，来遇见你灵魂的救主。生命，若有人
神与我们同在，主啊，万事都美好，坏事都变好事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不管在高山，不管在低谷，谢谢耶稣，让我们学会紧紧的依靠神，走这一生的道路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耶稣，我们再一次说，主，谢谢你，我们爱你，主，我们爱你，我们愿意一生服侍你，一生按着主的教导，再一次在面对我们每一天的高山低谷，谢谢耶稣，赞美耶稣。 是的，我们每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，都是靠着恩典。
都是靠着他的能力，因此真的是你内在的力量会帮助你，当压力来袭的时候，生活问题不断倍增的时候，强烈的诱惑会让你选择不敬虔的方式来解决，但是神要赐给我们是属天的智慧，属灵的能力，做出正确的决定。是的，他是我们永远的依靠。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回应神在我们身上的能力。每当我面对风浪，你总在我身旁，生命福分与我分享，更深的渴望。每当有困境阻挡，你执意不摇晃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，充满无限希望。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当我来全心敬拜，神迹就在不远前方。每当我面对风浪，你总在我身旁，生命福分与我分享，更深的渴望。每当有困境阻挡，你执意不摇晃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，充满无限希望。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当我来全心敬拜，神迹就在不远前方。来唱第一节，姐妹来思想这首诗歌，用这首诗歌你跟神来说，相信我的生命福分有你与我分享，生命福分与我分享，更深的渴望。每当有困境阻挡，你执意不摇晃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，充满无限希望。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一起来。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宣告，当我来全心敬拜，神迹就在不远前方。请姐妹来唱，弟兄来思想这首诗歌。面对风浪，你总在我身旁，生命福分与我分享，更深的渴望。每当有困境阻挡，你执意不摇晃，使我心中满有平安，充满无限希望。一起来，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。是我永远的依靠。
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，我真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，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坚守信心来宣告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时候靠近我们的主，不要在远处，而是站在他的面前，真的不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，而是告诉主，无论遇到任何的环境，任何的艰难，好像你的心灵都消耗的时候，你可以来告诉主说，主啊，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你是我永远的依靠，我真正的平安不是因为环境，我真正的力量不是因为我很顺利，不是靠我自己，我要你内在的力量，我要上帝在我里面的力量，那个是我永远的依靠。好吧，我们再唱永远的依靠的副歌来宣告，是的，让你里面对神的信心，对神的坚定来宣告，他是我们永远的依靠，他真实的力量要成为在我们里面全能的力量。握着你旁边的手，握着你的主员的手，你跟他一起手握手，是的，让我们一起艰辛来倚靠神，让我们里面的力量是不断不断因着我们靠近神，里面的力量越来越刚强，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是的，主啊，这是我们的选择，这是我们的决定，主啊，就是在每一个困难的时候，主啊，困难不致压倒我们，主啊，环境不能够挤压我们的心，主啊，因为在我们里面有你，主啊，有你，你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帮助，是我的盼望，主啊，是我真实的平安，主啊，是的，为我所有遇到的艰难，主啊，为我所有的不顺利，主啊，甚至心里面，主啊，真的灰心沮丧的时候，主啊，我要来感谢你，主啊，你借着这一切的环境，主啊，是要试验我，主啊，使我里面的，主啊，里面的人刚强起来，主啊，使我里面的人有力量起来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主啊，因着你，主啊，我们可以跨步前进，主啊，我们可以说我的力量啊，我的帮助啊，我要赞美你，主啊，你是我永远不动摇的依靠，你是我永远不动摇的依靠，主，谢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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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今天我们一起，主啊，在你的面前说，我们不再依靠自己，主啊，我们不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，主啊，你才是我们永远的依靠，主啊，你才是我们真实的帮助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是的，当环境有任何的艰难不顺利的时候，主啊，正是试验我们内在的力量，主啊，是如何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要说谢谢你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帮助，主啊，你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勇气，主啊，给我们智慧，主啊，给我们心中有盼望，主啊，能够面对这一切的困难，主啊，这一切的困难不能够压垮我们的心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我们所有心灵的消耗都要因着我们靠近主，因着我们更靠近你，主啊，是的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主啊，那个生命的力量就从天而降，充满在我们里面，主啊，更新我们，叫我们里面的力量再一次活过来，主啊，叫我们里面的人再一次有力量，主啊，使我们要把一切的赞美一切的感谢都来归给你，愿你在我们当中得到当得的荣耀，
当得的荣耀是归给你的，归给你，唯有你配得，唯有你配得，唯有你胜过这一切的环境，胜过我们一切的软弱。主啊，我们不再依靠我们自己，我们要说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，是我们永远的盼望，永远的依靠。主啊，把一切的感谢荣耀都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坐下以前找五个人告